Wiping window there, man. Too dangerous, man. You see the man wiping window? Who, man? Very dangerous.
第二到三逼㗎啦。啲最多就係澳門一平方，佢差唔多成十幾萬。澳門有四十幾萬人人口，但香港今年咁啊，所以咧呢度咧五百平方尺一個月租金咧都要成三十萬、四十萬港紙噶，三四百千噶，所以好貴噶。咁啊呢度咧每日開幾點啊？十一點至十二點噶，最多咩咧？就金鋪啦嚇，九十五巴仙嘅地點，即係可以送你翻屋企，直情隔車下樓下啫，巴士站。你哋好少坐車，我知道。